国务院总理李强11号在京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浅川雅思。李强表示，亚航是亚太地区重要多边开发机构，中方愿同包括亚航在内的各方一道深化合作，共同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复苏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，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。中国正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。 未来与亚航合作空间广阔，希望亚航继续支持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，聚焦环境保护、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，不断提升合作效益。中方期待亚航进一步动员气候资金，帮助发展中成员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转型。 浅川雅思表示，亚航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。亚航支持中国高质量发展，愿同中方加强知识创造、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，帮助地区国家分享中国成功发展经验。